那个痛风啊，痛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老师那个痛风那个红肿是热，没有，脐脖灼风寒湿，痛得很严重的是寒症。你如果看到红肿，你以为是热症，你开下去寒凉的药没有用，啊，开热药下去，好，那所以我们有附子乌头，附子开了是不能折，乌头下去好，乌头比附子还强，啊，那个痛再去掉。那你南派的医生怎么治病呢？不要说乌头，连附子也不敢用，那他怎么治病？那个风湿就治不好。好，那湿气盛者为浊皮，就是这个湿气很重的人呢，停在那边不动了。所以病人来找你，老医生呢、啊，我有关节痛，那、啊、你关节哪里痛？我这关节很奇怪，今天从这里，明天从那里，这里的话，好，我们知道是风寒湿三气对吧？但是风比较盛，风要开大一点。好，那有个人说，哎，我痛啊，痛得很厉害。那有时候痛在那边，有时候就没有了。好，不是每天发在那边，我们知道是湿盛，不，我讲错了，寒盛对不对？寒盛在这边，那就去寒的要开重点。好，那如果说他是痛在一个固定啊，我就是这个关节痛得很厉害，湿盛。好，那我们祛湿的要开得重。好，所以处方的时候，这就跟处方好、哦、风药、湿药、热这个寒药，好开在一起。如果你知道它的病因是这个三个气杂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处方就很简单了嘛。我知道风湿关节，连包括张仲景知道风湿关节，药也不出几味，好、哦、把它简化掉，好、哦、从此。痛风、风湿都有的治，不管西医、西洋人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这个病人很可怜，因为当这种痛风、这种关节炎痛的时候，周围没有，不是病人你不了解，非常的痛。但有的病人呢，就贪方便嘛，哈、哦，嘴巴就这个止痛药吃下去，那你跟他说吃中药不好，会烧到身体，他说啊麻吃中药麻烦嘛，好、哦、吃这个药丸比较好，他嫌麻烦，短命。到他洗肾，洗肾以后，到他五六年以后肾衰还是不能洗，洗不出来人就死掉了，啊、哦，你嫌麻烦就命就没了，啊、哦，所以其实最归根究底怎么样，就不相信中医，哦，那如果他真的想求成的时候，他不相信西医，他吃药，你叫他吃五个月他也吃，好、哦，所以说这个所有的止痛药，这些药下去的时候会让人肾会寒，因为西药不分寒热。他一下去止痛很奇怪，肾脏就寒掉，因为他没有这个寒热之分。肾脏一寒的话，肾脏功能就衰竭掉了。那肾寒是不是会移转到肝？肾寒会移转到肝，对不对？绝论读的，那移转到肝就变成肝寒。所以吃止痛药，很多人会伤到肾、伤到肝，原因就在这里面。不单单是止痛药啊、哦，很多的药都会伤肾、伤肝，都是因为它里面，它西洋人不懂得寒热啊、哦，制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寒药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中药治这个很快哈。那岐伯说，以冬天呢，好，我们讲四季，好，所有的病身上不管内科外科，所有的病跟我们的节气都有关系。冬天发病，好，我们称为谷悲；春天发病了津悲，好，夏天遇到脉悲，好，至阴就脾脏；长夏节气的时候遇到为肌悲，好，秋天遇到为脾悲，好。这个就是不同的好症状，但是不管它什么不同在哪里，都是风寒湿。好，好，那岐伯说五脏皆有所合，五脏呢都有合的地方，比如说肺主皮毛啊，好，肾主骨啊，脾主肌肉啊，好，这个肝主筋啊，好，这个都有所合。病久而不去者，内色与其合也。所以久病的话，这个病就会停在与其所合的地方，所以骨悲不已哈，同一直停在那边不动的时候，再改于邪，就会跑到肾脏去。所以刚开始你中了风寒湿，好湿下焦的时候最容易得到湿，好，所以湿那个湿伤一定伤了下肢，好关节啦、啊，好足膝关节啊，还有足踝楼的地方，好髋部这种容易伤到湿的地方，湿伤于下焦。那如果说骨悲的时候，有病的时候，你没有把它治好，停很久，不去的时候，这个病会进入内脏。这篇讲的这个意思。当它进入内脏，如果是骨头，这个风寒湿停在骨头上，是骨悲的时候，进入内脏的时候，它内脏和它是相通的嘛。第一个伤到就是肾脏。好，那肾脏本来是好好的，突然的风寒湿进来，好，就是这意思。好，津悲那没有把它治好，好，
结果然后再赶到风穴一推，好把它推进去，好就跑到肝脏里面去了。那迈杯步以后又赶一邪，又有风寒进来加重了，好因为太病久，久病的话都会跑到内脏，好就跑到心脏里面去。肌杯呢跑到脾，脾杯呢好跑到肺。好，所谓杯者各以其实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以当令的节气，如果当令节气你再受到这个病的时候，好就会加重，那都是基本上都是风寒湿。好，那后面讲的是症状，当杯在关节上是这样子，那这个风寒湿这个湿气呢跑到内脏里面去的时候怎么办，会看到哪些症状，好就越来越深了。好，那肺里面风寒湿，我们说你的风湿在肺里面啊，你还听不懂。那你的西医讲说风湿性心脏病，哎，这个倒蛮接近的，你不要给西医的名称搞混了哈。风寒湿进入肺的时候，病人会烦满喘而呕，因为肺本身呢是气机的所在，阳气的所在，很活跃的，好像天幕一样把全身盖住的。哎，突然风寒湿进去了，哦，大脏气会逆，气逆的时候产生的就是好。比如烦满喘而呕，好而这个好呕吐。心悲者，脉不通，烦则心下鼓胀，好心下就讲胃会鼓起来，好抱上气而喘，好意肝散逸，好厥气上者为恐，好这是好，因为这个心脏受损，火来克这个水来会克火。这个人哈，我们前面一再跟诸位讲到，我们的五脏相生相克。五脏这个相生相克的时候，如果心脏有问题的时候，这土水马上就过来了，所以没有间歇休息的时候，啊，所以平常正常人我们要保持五脏之间非常的平衡，但一有问题的时候，马上就进来，他马上补位，啊，不会说，哎，等一下，让我考虑一下，没有啊，他不会等你，他进来就进来了，好，这个没有那么不没有那个听你没有那么听你的话，好。所以我们常会说，我们如果心脏一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去注意肾脏，对不对？好，注意肾脏，好，看看他有没有进来，有没有伤进来。好，那肾脏本身主恐啊，那心发生恐，我们就知道，好进来了。好，那肝杯者，那个这肝杯者，夜卧则精多饮，好，一天一直跑厕所小便，好，上微饮如怀，好，因为这个肝经。落在我们的胸膈横膈的两肋之间，好落在阴气的地方，就会有这种现象。好，风寒湿进入肝脏的时候，就会引起这些现象。好，那肾悲者，肾脏，好，这是尻以带肿，急以带头。这个尻以带肿，急以带头，就是你人本来是脚走路，是不是脚跟在走，那肿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叫尻以带肿？就不能走路了，坐下来，水肿的意思，哈。下半身肿起来，水肿，好，讲的就是水肿。好，肾如果得了风寒湿的话，身上有积水。好，脾悲者，四肢懈弱，好，脾主四肢，发咳呕之，好，上为大塞，就是因为这个脾是土，好，当你这一受。灾难的时候，土湿本来脾就是湿，好，所以每一个脏不一样，脾本身是湿。那现在这样的风寒，风加寒，好，再加湿，好，三个进来，本来脾就已经很湿了，再加上这风加寒加湿，湿会更盛，好，把中隔堵到，中隔堵到以后呢，我们的食道吃东西下去，好，这个中间都是。湿很盛，所以东西下不去，好下不去。那我们要知道这种呕吐，我们知道湿很盛的时候，我们开处方的时候，啊，就这个药是止呕的药。可是你光止呕，你不知道它是湿很盛造成的呕，你没有开祛湿的药，它呕是还是会在那边的，哦，还是在那边。所以你开处方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哦，这个是呕，恶心从哪里来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处方专门治呕，里面的内容都不一样。好，诸位从这里读过黄帝内经以后，听我讲伤寒金匮，很简单的，一看到处方就知道张仲景在想什么，就是想这些。好，
好，常悲者，好宿饮而出不得，好，这个中气争喘，好，肠里面如果风寒湿跑到肠子里面去呢，好，有时候这个喝很多水，因为湿很盛啊，好，堵塞在里面，小便有时候排不出来，有时候一发好下痢，好，前面排不出来，从后面排，好，包悲者，这个包呢，小腹膀胱暗之内痛，我们讲过，包有个女子包，在小肠跟膀胱中间一个包覆，男人有精宫在这边，这是一个包，是落在心包络也落在这边，所以你如果说好有看到这个 A 片或者是什么四个 X 级的，你看到之后你很亢奋的时候，那个心意会影响到包啊，就会产生精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常人的一种反应嘛哈、哦。那为什么说啊，你看到那个很让你好跳脱衣舞什么，你会很兴奋，精子会起来，就这个原因，因为心包跟它是经络是连到的，好。那你如果是好，按之内痛，那好像有时候像热东西滚热的水浇在上面一样，小便涩，好，这种都是怎么样？风寒湿跑到包中去了，好，包中去了，好，会造成这种情形。那上为清涕，好，上面就会流清涕，好，下面呢小便排不出来，因为风寒湿在包里面，好，在女子包。还有在男人的精宫中间，好，阴气者，好，静则神长，正常人神长，心情很稳，很稳定的坐在那边，神非常的稳，这是阴，好，脏是阴，神内长，这是非常的正常的人就会有这种现象。如果燥，则好，这个阴就消亡，所以现在对阴又下了个定义，好，所以阴你看，阴主静，一个人坐在那边静静的，能够打坐的人就是。很稳，好，神能够居住在里面，好，阴在里面。那很燥的话，好，人的这个神就会消亡，好，这个是好。这里突然跑一句出来说阴气，好。那饮食自备肠胃乃伤。那如果是燥的时候，好，遇到风寒湿，好，这个你如果遇到风寒湿的时候，你如果自己加倍吃东西的话，好，肠胃就会受伤。这个时候你读中医要反过来看。所以我们真正的养生之道，你要节制你的食欲，不要吃太多，让胃气升起来。你要每吃一餐饭，一定要等到肚子很饿的时候再去吃。你肚子不饿不要吃。所以你如果吃完晚餐到肚不饿，你不要去吃它。哦，常常保持一点饿是最好的，因为胃气一直在那边。然后所谓胃气就是饿嘛。那你太饿了，你吃一点东西下去，不要吃太饱。好，吃完的是饱，吃一点点饿就停掉，所以要能够控制自己，这都是长寿健康的，好，这个保养的身体的道。好，如果是这个悲聚在肺上面，好，会有喘息，好，如果悲聚在心上面呢，忧思，好，悲，好，如果悲聚在肾脏呢，小便会遗尿，好，这边有，好，这个悲聚在肝上面呢，好，病人会好这个气。好，全身倦怠无力，好，如果是悲聚在脾上面，肌肉好会没有力量，好，所以如果是任何的这种悲症，好，跟久悲不去的话，影响到内脏会越来越严重，好，越来越严重。我们后面他后面讲一句话，风气盛者，好，就是说我们有风。寒湿三种集合在一起，风气很盛的是最好治的，就这意思哈、哦，最好治的，因为病在最浅嘛，啊、哦，不会最深，好、哦。那我们刚刚讲的饮食不要吃太多，要适当就好。这个不是说你生病，好、哦、生病我们还要节食一下，平常常人的时候就不要吃太多，好、哦、吃到适中不饿就可以了，好、哦。好、哦，那365页呢？好、哦，如果这个悲症。风寒湿如果入脏则死，其流连筋骨之间者，疼痛的很久。好，如果这个风寒湿留在皮肤之间的哈，好，肌肉里面的很快就可以好。好，所以说如果在筋骨中间留的比较一样嘛，好，皮肤、肌肉、好血脉、筋骨，好，那个越深越不容易好，病会越久。那入脏好就会很好很危险，就生命危险，好，生命危险。好。
这个皇，因为皇帝问他，有的时候悲症，有的时候会死人的，有的时候又痛很久了没死掉，对不对？有的又很容易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深浅不一，好，所以我们很忌讳悲如葬，悲如葬。好，那365页，岐伯，好，那皇帝先问呢、啊，你这个如果悲，刚刚讲的是五脏，如果是跑到腑里面呢？啊、哦，胆小伤跑到消化系统里面去呢？岐伯说，这个悲症哈、哦，也是跟他的饮居居处为病之本。好、哦，六腑呢，胆小伤、胃、大肠、膀胱呢，都有淤血。好、哦，风寒湿气重到胆，重到这个消化系统的淤血的时候，好、哦，这个时候饮食应知，饮食应知就是你平常不知道节食。叫不要吃太多齁、哦、随便乱吃大饱大饥这样子齁、哦、不按照节时节吃。风寒湿跑到那个腑的淤血上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一样会入腑齁、哦、因为饮食不知节制。所以说你不管是怎么样，你随时饮食保持节制的话，风寒湿脾都不容易进你的身体里面齁、哦、就这个意思齁、哦、那射在腑里面进来的话就躲在里面了齁、哦、躲在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了。那皇帝说，那我们针灸怎么治呢齁、哦，当然什么膝盖的风湿啊，我都教过你们如何吸五针啊，如何好。那这里岐伯就说了哈，五脏都有淤血，那我们五脏中的风寒湿，我们要下针下它的淤血。好，六腑呢，我们下针下它的和穴。好，那循脉之分各有所发，各随其过，则为这个字念抽。好，抽抽，这个抽就是病痊愈的意思哈，痊愈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砸了，我们在讲针灸的时候，哈，我们就介绍过，脏病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淤血，哈，淤血专门在治疗脏病的，好，那这是背俞，好，肝、清、脾、肺、肾都有，那身上合穴呢，我们在治疗腑病，好，那其他的经络上，我们按照经络来取穴就可以了，好，好，那皇帝就问了、啊。那荣卫就是讲气跟血、哦、这种气呢会不会让人家着悲，就是这个风寒湿会不会进去呢、哦、好，这个岐伯在这个时候替荣卫下了定义。好，岐伯说，荣者是水谷的精气，吃了好我们米面饭类的时候，它的精气，这是我们的所谓的荣，就是进入我们的血分，和调于五脏，撒成于六腑，乃能入于脉。好，这是血的来源。所以循脉上下贯五脏，络六腑，这是荣。好，荣气。所以荣之源呢，是由水谷之精。胃者是水谷之汗气。好，这乃其气飘急而华丽，不能入于脉也。这是气和血。所以气和血实际上通通来自于水谷。好，来自于水谷。那食物里面的谷类，水谷里面的东西呢，里面的阴呢就是造成血，阳呢因为食物都有气啊、哦，这我们中医讲的气，这是造成阳，这不会入于脉，睡在皮肤之中，分肉之间，好、哦，熏于荒漠，就讲的三焦，三焦都是好、哦、这个气走的地方哈、哦，气走的地方，那散于胸腹里面，逆其气则病，从其气则愈，我们顺应它的气，好、哦，这个所以说我们。这个荣卫呢，它不与风寒湿合气，所以故不为脾。所以我们这个风寒湿的脾悲症呢，不会入血分，也不会入气分，啊、哦，不会进去，只会在皮肤的内中间，好，皮肤的肌肉中间，或者在骨筋之间，或者在脏里面，或者在腑里面，但是绝对不会跑到血脉里面去，好、哦，血脉里面去的。好、哦，那这个皇帝又问呢、啊？悲有痛有不痛，有不仁就麻麻的哈，有寒有热，或有燥有湿，那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好，有那么多种悲症，368页，好，岐伯说下定义哈，病人痛，寒痛多，寒气多，因为有寒故痛，所以痛绝大多数是来自寒，当然也有热。哦，热我讲过，只有一种，就劳，好，操劳的人好才会因寒有痛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病人腹痛寒，哦，那你刚光开一些活血化的药，它化瘀的药，它还是痛，你没有开祛寒的药，哦，那有的呢不痛不仁，好、哦，这种病久入身，好、哦，就是浅痛，哈、哦，没有什么痛，那这个是病很久了，跑到深处的地方去了，好、哦。
好，那因为这个容胃之行涩，好，这个风寒不会进容胃，但是会让那个气血行那个流行的气，好，会阻塞，速度会减缓下来，好，造成经络有时候不通畅，好，这个我们称为不仁，好，不仁就是皮肤有麻麻的感觉，没有什么感觉，好，寒者阳气小，阴气多，与病互相益，所以故寒也，好，因为寒气呢，这个我们人哦，平常。这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素热，比较肥胖的人，好、哦、喜欢吃高粱的人，他是素热啊、哦。有的人呢比较瘦弱，他比较吃饮食清淡的，好、哦、比较瘦，他是本身是寒的，好、哦，因为本人的体质不同。那这里讲呢，好、哦，有的人天生呢阳气比较少，阴气比较多，但是受到寒的话，病会相寒跟寒会相通，会加重。好、哦，那遇热呢，阳气多，阴气少，那病气盛的时候，阳招阴，故为悲热。好、哦。所以素热的人呢，遇到风寒湿这一般来说会出现热，好，热症，好，平常寒比较多的人才出现这种急痛，好，那个寒症会寒气会比较多一点。那如果多汗而濡，病人好，湿症的人很好玩，并不见得说你看到身上流汗很多，我们在诊脉的时候会诊到，我一摸脉身上的皮肤，哎，奇怪，黏哒哒的，好。流汗很多，你可以看到流那个，你一摸上的皮肤是湿黏黏的，湿哒哒的皮肤上一层，哦，这就是悲，哦，这是湿很盛的人，哦，这我们可以摸到，我们在临床上常常会碰到，哦，你摸脉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脉这样皮肤湿湿的，这就是，哦，这个病人本身湿太盛，哦，阳气少，阴实盛，两气相感，故汗出而濡，哦，那这种都是呢，天生本身呢，这个阳气。不足的阴气很盛，这阴和阳是相对的，阴阳应该平衡，你阳少的话阴气会盛，那阴盛的时候阳少，阳本身是固表，我们身上皮肤在这边，那里面有很多水，那你不会水分不会丧失掉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有阳在固它，所以水分不会丧失掉，对，阳，那你阳一虚的话，阴一盛的话，你当然会失掉阴嘛，阴就是精液会跑出来，好，那这种人在受到风寒的话，好，就会加重啊，寒气会加重，因为阳少阴盛，好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哈，遇到这种情形会产生的不同的啊一些症状。好，那这个你要知道这些，就是我刚刚讲，你当我们有些药，中药也分阴阳、表里、虚实、寒热，有的药呢是走表，有的药是走里，好，那有的药呢是阴药，有的药是阳药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要这边《黄帝内经》它不讲药性，但是它是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，我们的八纲。所以以后药有时这个是表药，这是里药，好，这是阴药，这是阳药，好，这是补虚的药，这是祛实的药，好，诸如此类的，好，好，那寒有的药是祛寒，有的药是祛热的药，是因为它有这样子区分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为主，后面的。本草，我们去找寻草药的时候，都是按照黄药性来，按照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的辨证来选择它哪些药来治哪些病哈。到第369页，悲之为病呢，有的人不痛，完全不痛，那为什么？岐伯说，这个悲在骨啊，则重，在身体会感觉很沉重，在脉血凝而不流，好，血脉会凝住，在于筋则屈而不能伸，好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脚不能伸直，我们知道筋的问题哈。如果这个悲这风寒湿呢，在于肉的不仁哈，麻木哈，在于皮就会感病人会感觉到寒冷。所以据此五者都不痛也哈。凡悲之类，逢寒则从，从之类这里哈，不知道打个从出来干嘛？就是其实是拘急，整个抽筋起来哈。逢热则重，哦，因。这个应该是念缩，寒则缩，哦，那自己跑个虫出来，可能虫一下就缩起来了哈，缩，那热则重，这两个是刚好是一正一反的正。比如说我们看到人中风，手这样子弯起来，寒，所以不能弯起来，张开来重，这是热症，哦，风热，好，哦，处方里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哦，那五种不痛的，是在这个地方哈。哦，好，那今天我们刚好讲到这个
这个悲论好，正好解释到370页，好，这一篇讲完，下次我们来开始讲尾。好，你看现在开始讲分章了，没有？前面讲大原则，后来现在越来越分，越来越细了。我们有哪些症状会出现？好，慢慢分来。好，下次我们明天我们来讲这个尾论，好，第14篇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呢，伪论。好，这伪论呢，这《黄帝内经》是第44篇。好，44篇。介绍伪论之前呢，我先给诸位一个观念。顾名思义，伪就是萎缩。你眼睛看过去，这个人脚就萎缩掉了，好，那个手臂肌肉萎缩掉了，好，就是伪。那这一篇呢，就是讨论伪从哪里来，那如何去治疗伪，那如何去做诊断判断。好，我们跟这个前面我们讲咳论，讲专门讲咳嗽，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说，咳首先犯肺嘛，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肺的话，根本就没有咳嗽。那咳嗽一直在那边咳，表面上都是肺，那咳久了才会传到什么肝咳啊，传到脾咳、肾咳啊，好，心咳，一路这样传。那腑传完了，就再到脏传完了，再去传腑。哦，可是归根究底，回头还是个肺。好，所以你如果说治病在初，刚开始一开始有咳嗽，你一记下去咳嗽好了，就不会传了嘛。哦，那痿症呢，它发病在热上面，通篇呢是一个热。中医讲的阴阳表里。虚实寒热，这篇讨论的热很讨论的很多啊，这边这个热也是很特殊的一种方法。那临床上我们在治伪症的时候，时间都会耗很多的时间，耗很多的时间，因为这个伪下去以后哈，我们要去把它补回来的时候，真的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啊，把它恢复回来。不是不可治，可以治，但是比较就非常的耗时了哈。那你如果了解伪症的成因，那你在我们所谓防微杜渐，病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下手，哦，也不会有伪症出现，哦，所以这一篇的重点在这里面。好，一开始皇帝问岐伯啦，好，岐黄之术嘛，五脏会让人产生伪症，为什么？好，这个岐伯就回答了，肺，首先讲肺，肺主身上的皮毛，心主生血脉。肝主筋膜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讲筋膜？好，皮和毛要分开来。我们前面读过，如果毛整个卷曲的，这个是死掉了，因为那个是气的末梢嘛。好，气之余为毛，血之余为发。好，那心主血，血跟脉通通属于心，你把它不能血脉啊，血跟脉都是属于心。因为中国以前的文言文文字嘛，我们以前写文言文也有道理，因为以前是刻在竹简上嘛。那你写一本书，你就刻竹简，你刻刻看，你当然要越简单越好，对不对？不像现在打字很快，手写很快哦。那你不能怪他，已经用手刻嘛。好，那肝主身的筋还有膜，看到没有？筋好，在前面就读过了。这个筋会阳陵，是不是？我们叫为什么说筋会阳陵在脚髋那个膝盖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会在别的地方？因为筋会阳，就是因为筋会阳陵，所以肝经的精气到这里。所以所有的阴症出现的时候，阴寒症的时候，在脚怎么冰冷怎么冰冷，一直到膝盖就停掉了，因为再来是筋在管了。好，待会我们会介绍。好，那筋呢，因为肝脏有筋，这个筋出来生出来以后才制造成一个心脏。所以最初婴儿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是水，又有真水，有水才有那个好，这个受精卵才会附在水上面，才会开始生长。前两个礼拜就长一块筋。两个礼拜以后，筋开始跳，就是心脏，好，所以肝是水生木，木在生火。那西方医学是看到啊，开始跳了，这个有生命的，所以认为第一个内脏是心脏。中医不是，主要是第一个脏是水，所以肾为先天之本啊，我们非常注重这个肾的水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这个全身的筋是生在肝脏上面啊，肝脏产生心脏以后，那所有的我们身上落到我们全身的关节都有，关节旁边都有筋，好，所以说。那在肌肉里面呢，你看肌肉你如果切开来，里面有一片片片的白膜，对不对？那个白色的膜呢，
也是就是金之余，好，可以，那个就是魔，也是属于金。好，那脾脏呢，主身上的肌肉，好，肌跟肉，好，这个不一样。我们把鸡当成肥肉的话，肉就是瘦肉，好，那就是白肉、瘦肉都属于脾，好，一个白肉就是阳嘛，哈，瘦肉就是阴。肾主身上的骨跟髓，好，骨头呢指骨头，骨里面才有髓，哦，所以我们是这个骨跟髓呢，通通是归之于肾。好，由于身上五脏对了我们五合，就是皮毛，好，肺和皮毛啊，心和血脉啊，啊，肝和筋膜这些，所以说下面就开始介绍，因为它是先讲相关性的，这个时候就开始讲治病的原因了。好，所以因为肺主皮毛，当肺热夜焦的时候，这皮毛虚弱，肺里面常态。诸位要看得懂《黄帝内经》呢，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常态，就是何为正常人。在《内经》的观念里面，肺呢法像天，像天幕一样，好，天幕一样，把全身都罩盖住，所以皮毛全身都有皮毛嘛。你哪个地方没有皮毛啊？它从把整个罩盖起来，所以肺想法像天。那天上是不是很冷？对不对？天上是不是很冷？好，那我们的人，这个是天，这个地球在中间，旁边有大气层，那这个地球在这个地方，那地球里面是不是很热？是不是热得像火一样？这是心脏，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把天比作天幕的时候，心脏在下面，心就是地球里面的热，这个是寒跟热两个碰在一起，所以它产生一个正常的温度。好，就好像我们开车子，如果你没有水箱，你车子会过热。好，那如果水箱太大或者装太多水了，引擎太小了。过冷它也不跑，好，过热也不好，一定要适当的温度。常态，冷气呢，都是